把衣服给我，这件衣服合适吗？可以。嗯，但是配饰也要再做得很仔细。接电话呀，接电话！哎，喂，你好，您拨的是上杂志。啊，好嘞，您说一下地址。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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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过几天给您快递送过去。嗯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 玉珍，周英姐，玉珍，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。啊，我真的回来了。玉珍姐，不好想你啊。回来，走走走。玉珍，欢迎回家。太好了，我要吃你做的大餐。谢谢你。 玉珍，你回来就好，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。谢谢，谢谢你们都很想我，谢谢你们欢迎我回来，变得这么漂亮，我们可都非常想你。不知道你想我们吗？我当然想大家了，所以我一路小跑回来的。<笑>回来可没有那么轻松啊，我们正在打仗，正缺你这样的战友，跟我们一起战斗好吗？好嘞，大家一起加油！加油！ 姐姐不在这几天，你又变胖了。